前所在的是鼎鼎大名的城市凉粉这边，他们的菜色呢就像这样，一直出一直出一直出，你可能在看到菜，他们在出菜，你就直接端就对了。这是鼎鼎大名的凉粉，那里面有菜，看到什么菜就直接端，啊，端了直接就上桌。我们两个人可能点个两三样菜，大致上是这样。OK， 要去端菜了。这个就是他们的中央厨房，我不方便进去，就这样，几个大师傅。在他们的厨房，好几个厨师在大厨房。谢谢大姐，谢谢谢谢，拜拜。好吃，好吃，下次再来。我不敢开这个，我不敢开这个支票。这个支票不能开，我台湾太远了。来到他们家一定要点这个鲤鱼做的糖醋鱼，不贵，非常的好吃。看阿周吃的样子就知道非常非常好吃的糖醋鱼。这个影片呢，因为拍摄过程没有把麦克风打开，所以说都是没有声音，不过我后置就把声音配上去。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城市凉粉的地方，那好辛苦来到这边用个餐。这边呢最大的特色就是你菜要自己去端，他们的菜呢就是在那边，那自己去端。那厨房呢在另外那一头，出来的时候要记得去抢菜。现在的时间已经一点多了，还这么多人用餐，我们已经吃完了要离开了。在这里我们两个一共点了三样菜，外加一个凉粉的面，总共花了114元的人民币。拜拜。吃完要离开了，蛮不错的一餐。